东东起床了。我不睡觉，还要起床。那我去看动画片了。怎么能有花瓶？哎呦我的妈！情绪让周围的人都不开心。好心情，天天见。坏情绪，快走开。心情，天天见。坏情绪，快走开。我发生花不行，你天天不干钱吗？对啊，爸爸很难过。都不是吧？我已经老虎发脾气了。王强，为什么在你整个下面？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妈妈，不要发脾气，我要走爸爸。你怎么变了？你爸爸吃一个吗？哼！进口牛初乳，含钙和免疫球蛋白，我长高有希望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不好，中气了。老婆，你给我解释。别拉了，你快点解释。干嘛？爸爸陪我做奶。没空，你没看见我在忙吗？爸爸给我吃糖呢。小朋友不能吃糖。哼。怎么啦？没毛呢。嗯。去干嘛？看甲片红面。我看你是想挨打是吧？打吧，都别打我脸。去把衣服洗了。妈妈一起我要工作去了。哎呦我的妈。嗯，妈妈不得睡了。没睡你找睡啊。哼。回来了。我马上洗好了。出水了吗？别害怕，等会眼神坚定一点。我的手啊。小红你给我解释。又想吃棒棒糖，我想吃个，不行，还有不行啊，妈妈。好，你吃吧，但你别后悔。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十年后的你啊。不要让我白进门，你自己去看看吧。此时已因为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，记者，我好好听爸爸的话呀。不今日暮暮路上，看不看不看不看怎么了？爸爸也喜欢吃糖。干嘛？爸爸要干嘛？自己去玩。看不见爸爸。真烦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了？我要滚啊！你要我怎么做怎么说你才能爱我。